你什么？放下来！我是中了迷香了吗？应该昏睡了很久才对。为什么几天没怎么吃东西，反而没觉得那么没力气呢？ 为什么不吃东西？你以为你这样，高长恭就会关心你，就会来看你吗？你这么折磨自己，他就在乎你了？你到底把我这个未来夫婿放在哪里？是不是你心里只有高长恭，只有他？我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能不像现在这么傻？ 袁晴锁，我的忍耐是有限的。你干什么？放下来！袁晴锁，你看，这里就是登山坳，后面是碧池，在这里登高望远，景色奇美，是小山城最美之处。我一直等着找到你，携手看尽天下美景。 都是我一厢情愿罢了。我出国无学，虽然暖不过你的心来，至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。来人，城主，把城中所有的柴火都堆放在下面。城主，您这是？快去！是，你们所有人把城主府所有柴草都堆放在凌霄阁下。快！是。 我还知道，这世上有两个人能让你活过来，一个是高长恭，一个是宇文邕。我分别给他们送了信，就在黄昏，即有分晓。若是高长恭能来，我出谷无雪，道侣相迎，让他把你带走。高长恭，我在他心里什么分量，不用城主来提醒。 那还有宇文邕，我知道镇魂珠就在大司空府。如果他能带着镇魂珠来换你，就算你情深意重，我也会放你跟他走。他最后也别来。好，我成全你。 在下面点火，让他跟这座凌霄阁一起毁灭。 找不到镇魂珠的下落，这镇魂珠真的就在大司空府吗？我只知道高长恭已经对袁青锁死了心，我没派人告诉他。
高长公根本就不会来，所以袁青锁自然就会对他死了心。至于宇文邕，我虽然不知道镇魂珠究竟在不在大司空府，可以我的观察，只要他确实藏有镇魂珠，必定会来救袁青锁。小的不明白，高长公不来救青锁姑娘，是因为刺伤郡王府夫人的仇，为何城主会如此笃定宇文邕会来救青锁姑娘呢？不是笃定，是赌一把。赌一把？对，赌一把。那倘若宇文邕不来，城主还会下令点火吗？哼，来与不来都要点火，我倒要看看是镇魂珠的分量重，还是他袁青锁的分量重。主上，怎么样，打探到确实的消息了吗？小春城戒备森严，几名细作都没能混进小春城，安排在小春城里的细作出了问题，也没能传递消息出来。这可麻烦，万一袁青锁真出什么好歹，我怎么向兄长交代？主上，何不向大冢宰求援？也许，也许当日兄长将救回袁青锁的任务交给了我，还令大冢宰府上下配合，要是我还去向兄长求助，一来兄长担心国事之余还要为大司空府操心，我这心里过意不去；二来我堂堂大周朝的大司空，连个小春城都控制不住，我这颜面往哪儿放？那该怎么办？难办，难办啊！属下倒是有个主意，快说。